想打，今年我刚好来打。我哪有女朋友？处女比小三挂狗牌，钱到位，什么姿势都会。要当小三前，除心脏要够力，还要做好被 K 的准备。嘉义这个被打得很惨的25岁刘小姐是化妆品业务，她跟原配何小姐的男友在交往。原配知道后当然没送，透过朋友约出假借买面膜，然后拉上车再到公园，找了4个闺蜜豆腐小鹿等人，徒手加球棒将小三狂殴踹踢痛打。以为这样原配就消气了，那可不，原配做了一个告示牌吊在他脖子上，我刘某某只要钱到位，我什么姿势都会。押到超商门口站了半小时，小三脱困后报警，警方也在原配脸书找到施暴影片，就中打人的何小姐造成小三头部损伤，全身多处受伤，身心伤害大，将她依法送办。等新闻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报道。